请借过，我要送餐哦。滴，进电梯，送餐中。然后你就不要点餐，再见。都是晴。谢谢，他们好，可以帮我们签个名吗？有谢，谢谢。我从黑龙江来的。在里面，在白天，在里面。哇，这边拍很好看。太棒了。哈哈，啊这。Yuki 第几次来长沙了？好几次，然后回到了长沙。那之前有来有什么计划？没有啊，我为什么要有计划呢？来就要再放生。那我们这次就一定要吃到？没有啊，我们是茶饮一定要喝到，对对？对，这次茶饮一定要喝到。这次茶饮不能说不要喝什么，我们要拿到的时候就知道。没有惊喜。对对对，因为有惊喜，因为你没有喝会被骂。我知道你们会骂。说我为什么没有买给大家？这边的臭豆腐，这边的臭豆腐，他说有一家不要吃，哎，没有啦，我们可以先点外送，然后外送上面会有评价，好吃跟不好吃，所以我们先看时间，如果我可以出去的话，我们就去；如果不能去，我们就叫外送。对，气不哭。那为什么回到我身上？跟着跟着明明就有作品他做。你带我到哪里？你的慢慢贴近。有给我吗？有啊。你那个很小，你上次说要给我很大的。然后才两听完的手机，好好来 PK 第二站。你听见妈妈的妈妈亲亲，我的祈祷，她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哎，我这么久没有录完了，来得分。就说大家最爱看我推，我有一句话怎么说？嘴大吃屎棒，我就是吃遍江湖。如果嘴巴长得像樱桃小口，我就想我练。没有，因为就又人多这样子才好吃。然后你就会觉得、有一种在一起温暖的感觉。像有一种围炉的感觉。哦。哈哈哈哈使劲笑，使劲笑。哎，对，我到底在饿什么？今天也没吃什么东西。不知道，我今天在上厕所。哦。还不太好。我怕你们画面太真实。我们很期待有那个送餐机器人会送。对啊，没有。结果嘞？他说，机器人想。我们之前在那里。记录一下。我应该用那个 AI 测试一下。可以让我把这牛肉吞下去。借过哦，我要送餐喽，请借过。我要送餐喽，请借过。我要送餐喽，滴，进电梯，送餐中。然后你就接到电话，他在电梯。Ending， 我继续吃喽，继续吃喽。我刚才啊，睡完觉起来，你觉得我会立刻有声音，应该会沙哑。是已经开嗓。要是两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开嗓。OK， 同学，但是已经过十二点，我们今天也没有，我们就等下一个龙。那我们几岁了？好可怕！25、18。因为我也怕到时候，如果我还长成这样的话，你们会怎样？会吓疯，真的会吓。而且我还是会穿着浴袍。啊，
他完了，他还要穿着这个身白衣，还好他是机器人，不然他真的是有眼睛看到是真的人，我跟你讲吓死。这样好，这样好，来了，来了，来来来，你好啊，来了，请点击开门。哇！卡住了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开开门喽！嗨，晚安。我们开箱了，来，我们先看串串有什么。暖暖包。没有要管明天的衣服是还是在今天？还有这个送的鸭子，手打柠檬茶。发耶，好开心哦！真的好可爱。发发发发发，快点三分。发发发发，这是微糖的汁。三分，因为他说无糖是巨难喝，我巨喝有糖的，怎样？我就是要无糖巨难喝。那我们先喝一口试试。他已经先喝了一口，我巨喝。一点点，太多感情会走。都没有。好 ，Let's go。队长就心安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都是我认识的人，所以我就不用那么紧张。合唱完的感觉就是，我觉得一切太美好了。